大家好，我是大野猪。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原神外网的趣闻，跟 TGA 没有关系。先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角色，投币的朋友出角色和专武，三连加关注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。大家可以关注野猪我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问我。首先是我们的心脏若真君紧跟时事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画作。我想问一句，是不是玩不起？然后是随着公子神子卡池的公布，国外玩家就此次卡池发起了非常多的投票，比如说我有纳西达应该抽谁，八重神子是抽零命加专武还是抽两命，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答案打在弹幕上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然后我有纳西达是抽零命的雷神还是零命的神子好呢？雷神是抽两命还是抽三命？每个投票都是几万人，说实在的，和我每天收到的私信差不多。英语区玩家主要是在讨论公子，这位是外网一个比较大的原神主播，他说要抽公子，然后有玩家就建议他不要抽公子，抽夜兰。但是外网今天对两位角色的讨论并不是很多，主要都是在讨论那个 TGA， 而日推官方没有提 TGA， 反而去整活了。这是日本那边原神的宣传图，可爱即正义，针对的目标群体非常的明确，是懂销售的，有些朋友看看就好了，千万不要多想。然后是今天声优更新了，可以拿到600原石，打不满的朋友加油啦，每日60个原石，加上月卡一共是750个原石。最后是讨论热度最高的，不过请未成年玩家退出，不适合你们看，还有不喜欢两性问题的朋友也请退出，谢谢。这是国外玩家经过精确计算以后得出的结果，至于评论呢我们就不看了，大家看一下图就行了啊。大家不妨在弹幕上面猜一下前三名或者第一名，5秒，1、2、3、4、5，他这个榜单有些落后了，没有夜兰和须弥角色，不过前三名啊，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，需要的朋友可以截图或者收藏本视频。最后向大家求个点赞三连，我每天都会分享最新资讯、原始活动、攻略教学，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，每天花几分钟看看，以免错过各种福利哦。